今天是2023年的7月14号，礼拜五。回来看爷爷奶奶，因为前几天开会，没有时间回来看。啊？不干就报。有啦，报啦。你两个儿子要开会。台北啊，甲下头甲北部啦。啊，我几个去？六个啦。来。来。快拿信，看有什么东西要处理。